你答应过我，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相信我，你忘了是不是？我要你滚。事情解决完了就是手，哎呀，真可惜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给我过来。啊？喂，去哪儿啊？方冷，这干嘛呀？你为什么要见我爸？你还知道问啊？我上次追的你一路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。你少废话。是周思琴指示你见我爸的吗？是啊，他想让我把你的病情说出来。我当时确实是因为有点特殊情况，就先答应他了。不过我真的什么都没说，我答应过你要帮你保守秘密的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从我失忆到现在，你答应过我的事，你一件都没有做到。你为了纠缠，卖乖、撒谎、给我下药，现在居然还闹到我家人面前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我没有出卖你。我为了掩饰你，我还在你爸面前装什么拜金女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问清楚就骂我呢？别装了，我看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钱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竟然我爸拿了他多少钱？那是我凭我自己本事骗来的钱，他愿意给我凭什么不能收啊？好，很好。你去哪儿？我没跟你吵完呢，回来。方冷，方总，通知董事长，我要见他。是。站住！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背叛你。出去。我不准你误会我。通知保安科，马上给我上来。你答应过我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会相信我。你忘了是不是？我让你滚。
关系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对这一个小事你什么关系吗？我就跟他吃个饭怎么了？吃个饭？你烦不烦？你现在觉得我烦了？你就是烦，别烦我了。你们想分手了？那就分。方总，您来了，怎么不进去坐呢？我是刚好路过这里。小七他回来了吗？都这么晚了，应该已经回来了。我去帮你叫他。哎，不用了，这么晚他应该已经休息了，就不打扰他了。哎，别啊，方总，这么晚来，肯定是想见他嘛。我去帮你叫他了。我真的不是来找他的，你就当我没来过。小七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方总不要跟我提他了，柴姐，我累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这两个人真的搞不懂啊！这个帮我转交一下，谢谢。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。等等，方总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。是你自己说过的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。对不起。